Yes.
欢迎大家来到塞纳河畔乔诗杯2021中式台球赛施赛分站赛大鱼征战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第一至十六组第一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十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樊朗彤，李铎。 运动员马千里、慈洪涛。TV台裁判员魏思，记录裁判员刘晓婷、张子伟，运动员沈申毅、吕欣。
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